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过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
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消灭大火怪。火怪来啦！啊，着火了，快跑啊！哈哈哈！啊！好可怕的大火怪！快跑呀！我要把整个城市都烧毁！呼！怎么回事？是大火怪，他在破坏城市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无畏的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，不好，火势越来越大了，我有点害怕，大火怪看起来好危险啊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加速向前。我是勇敢有为的消防车，消防车，长长的水枪是我的武器，救援开始了，水枪喷喷喷，熄灭你，熄灭你，看你往哪跑。大火怪，你完蛋了。啊，让你们见见我真正的实力。我是无敌又可怕的大火怪，大火怪，热热的火就是我的武器，看着狂欢开始了，火球收收收，毁灭你，毁灭你，统统都燃烧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哈哈哈哈。啊，好烫呀。哼，可恶的大火怪。糟了，着火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不能认输，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。消防车，消防车穿铠甲，全副武装，全副武装，小水枪变成了无敌大炮，发射，看我的火球，哎呀熄灭了，好可怕好可怕，我要快点逃，你逃不掉了。消防车向你全力追击，铠甲保护我不会受伤，打打水炮弹攻击，可怕的火苗全都熄灭。可恶的火怪被我们打败，浓烟消失了，我们胜利啦！别想跑！我就说嘛，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危险的兔子车，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警车嘀嘀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火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别害怕，救护车最有办法，围着你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会来到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破坏王出现。求救信号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白老虎、开心虎，你们快看！嘿嘿，哈哈哈！瞧我的厉害！哇哦哦哦！是超级破坏王！哥哥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我们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忙。正义的警车，小机灵出租车。
超级汽车出动。闹哄哄闹哄哄，我要搞破坏，尖叫声尖叫声，大家在逃跑，乱吐乱滑，我最厉害，跳上跳下，我喜欢搞破坏，哈哈哈哈。快停下快停下，不要搞破坏，超级车队超级车队，现在就出发，伸张正义伸张正义，所向无敌所向无敌，破坏王逃不掉。想抓到我左吗？可恶，站住，别想跑。哦，超级救护车来了，丢丢，追着目标向前跑，丢丢，加速再加速，丢丢，紧紧跟随不放弃，丢丢。不好，我们迷路了。别忘了，我可是活地图哦，交给我吧。超级出租车来了，我错了。超级汽车并肩战斗，危险的山洞。恐龙化石一定就在附近。就是这里。哇，找到恐龙化石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，救命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被困在山洞里了，快救救我！猴子教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啦。嗯，没错。调皮的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出动吧，挖掘机，调皮的挖掘机，向前冲，挖掘机，哐哐哐哐，挖掘机，挖掘机有力气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举起我的大铲子，挖掘开始 ，Go！ 大石头挖呀挖，小石头挖呀挖，硬硬土块挖呀挖，哐哐哐哐挖呀挖，挖掘机向前进，大大铲子最坚硬，不放弃也要努力向你靠近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嗯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小心！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出口被堵住了。这里的氧。
氧气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必须快点出去。是时候升级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行车，铁臂挖掘机，想挖豆腐，有趣又轻松。敲石头想变魔术，请大声欢呼。全都不见了！哎呀，走错了！再来一次吧！挖掘机手臂多，一二一二三，寻找出口挖呀挖，马上就到达。什么障碍都不怕，我有大铲子，嘿嘿，隧道挖呀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挖掘机呢？我在挖洞洞。啊，别挖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探险之旅。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快点儿来啦！大家快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探险之旅开始喽！出发！啦啦啦啦啦！啊！幸好大家都没事，可是我们的车坏了，不能去探险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神奇的搅拌车，准时的公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出发救援，遇到危险尽管找我，公交车会准时到达，动动车轮马上出发，一起去探险。我不去了。来呀，看我的大滚筒转啊转啊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我用神奇果树沙土变水泥，解除危险一切安全。出发！我超级汽车，只要有我们，无论多麻烦，什么都别怕。我超级汽车，你们在身边，再多的困难也不会后退。探险之旅重新开启，探险之旅快乐无比。超级汽车准时出现，完成任务绝不放弃，公交车陪你去冒险，森林草原冰川沙漠，勇往直前。快了，小桥完成搭建，变啊变啊，宽宽马路出现，我有神奇魔术，困难交给我，向前奔跑拥抱奇迹。汽车只要有我们，无论多麻烦，什么都别怕。哦，超级汽车，你们在身边，再多的困难也不会后退。探险之旅重新开启，探险之旅快乐。
汽车，并肩战斗。赛车大比拼。哥哥，你快点，赛车挑战赛马上开始了。来了来了，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吧。去比赛喽！加油，加油！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来吧！冠军一定是我们的。那可不一定。请选手各就各位，比赛马上开始。出发！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加速。冲啊冲啊冲啊，冲啊冲啊冲啊，转转转，车轮高速旋转。冲啊冲啊，隆隆是引擎在呼喊，全速前进，比比谁更跳。冲啊冲啊，冲啊冲啊冲啊，比比比比比，谁才是赛车王？谁才是？是我。冲啊冲啊冲啊，冲啊冲啊冲啊。烟雾让你们看不见，设备表让你们跑不了，左腾右腾，我爱横冲直撞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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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让开都让开，我才是赛车王。哼，不能让他得逞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火箭赛车，冲啊！冲冲冲，赛车升红了帽，冲冲冲，赛道快飞腾腾，火箭喷射，超过你很轻松，想都别想。转弯高速漂移追赶，哼，竟然被你躲过了。冲啊冲啊冲啊，冲啊冲啊冲啊，紧握住旋转的方向盘，踩油门凡事向上飞跃，超越对手，我才是第一。对呀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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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火箭赛车最快的赛车王。我们赢啦！我们是冠军！我宣布，你被逮捕了。因为你严重违反了比赛规则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神奇的搅拌车。哥哥，我们的秘密基地快建好了吗？
就剩下一半了，开心虎，再来点水泥。好嘞。嘿。糟糕，水泥没有了。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就差一点了。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帮忙吧。嘿嘿，你们好，我是水泥搅拌车，我会变魔术哦。真的吗？我想要一个超级大蛋糕，你会变吗？这个嘛，不行。那你可以变出水泥吗？嘿嘿，这个没问题。我是水泥搅拌车，大轮子大滚筒，大大的轮子行驶稳，圆圆的滚筒不怕沉，咕噜咕噜转起来。超级水泥搅拌车会魔术好神奇，硬硬的沙土装进去，软软的水泥变出来。超级水泥搅拌车变变变，沙土沙土别慌张，水流陪你来冲凉，山野山野刷刷香，转动滚筒搬呀搬，沙土水流手拉手，一起来跳蹦恰恰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水泥水泥就出现，建成奇迹的时刻。水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沙土沙土别慌张，水流陪你来冲凉，山野山野刷刷香，转动滚筒搬呀搬，沙土水流手拉手，一起来跳蹦恰恰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水泥水泥就出现，建成奇迹的时刻。成功了。哇，好多水泥呀、神奇水泥搅拌车能把沙土变水泥，好神奇啊。滚筒有魔力，盖房修路需要你，需要你。哇，你是最棒的魔术师。那当然，嘿嘿。超级水泥搅拌车，谢谢你。你喜欢银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。超级水泥搅拌车，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。还是树下凉快。毛毛虫。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
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他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哦，怎么找不到。咦，那是什么？沉沦沉沦过来了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。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别想跑，嗡嗡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快停下，咕噜咕噜快停下，嗡嗡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它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Yeah!